天下杂志，银发行人，还有施董事长钱康利，各位企业先进，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荣幸能够受邀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这个场次呢，是谈的是后疫情时代整个创新突围这个主题。那么下的是广结盟，能量无限。我们加了一点就是。透过优势互补。那这个刚才那个结尾的那个问题啊，好像是要我上台前就要先考我一下，电信业的毛利是不是会更好？还容我这个娓娓道来哈，这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从这里开始呢，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广结盟这个议题。我引用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个交大的前校长张茂忠先生，他写了一本书，那标题上面是写着 "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那书名就叫《同行致远》，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那我深受启发，那么也觉得，在 5G 时代。AIoT 来临的时代，广结盟应该是大家共同走的路。好，那么，从这里的这张图呢，我们说 5G 时代、AIoT 时代已经来临。中华电信在国内率先开台，在6月30号，那也受到各界的瞩目。那么这五形同是把 5G 在整个的在科技链里面呢放上。一个最关键的位置。那么，这是从科技人的角度来看待未来时代已经来临。但事实上呢，我更深信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所讲的“我思故我在”。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讲过，一个人的人生成就，一个企业的成就有多大，来自于三个面向。第一个就是思维。第二个是热情，第三个是能力，而思维是决定成就的最大关键，因为只有它有正负分。那么这个思维代表的是，我们所想的，如果我们勇于去发想，我们就可以改变未来。所有科技的带动，没有错，固然电信业100多年来是主要的迭代，都是透过。科技来带动占大部分，但是呢，我相信跟社会上各种企业界、跟政府、老百姓的活动连接在一起的过程当中，最重要还是靠人类的智慧。所以我非常佩服我们施董事长，他这个目前担任这个文化科技这个产业联盟的召集人，那么在推动文化科技上面不遗余力。那么施董事长。这个叮咛我说，中华电信呢，一定要在 5G AIoT 的时代呢，一定要尽洪荒之力，哈，不只是绵薄之力啊，哈。这个我要借这个机会呢，感谢我们施董事长的这个指导哈。那么未来的改变是要靠大家的思维跟科技的带动。那么在这里呢，我就要。提出一个 slogan，那就是在 5G 的新时代，我们期待的是打造一个全民升级、百业升级。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 5G 跟 AIoT 跟各种科技技术，既然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那么我们就期待的是一个全民升级、百业升级的时代。好，那么我们广结盟就要以开放平台来广纳这个合作伙伴。打造软硬结合、垂直整合的一个经营模式。好，那这里面呢，我提出了4个 ABC。好，也就是说，我们了解了这个所有百姓、所有全民的需求、百业的需求以及政府的各项需求之后呢，我们尝试着透过第一个 ABC，那就是除了电信业自己打造以外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广结盟。所以呢，这个 C 可能是远大于 B，远大于 A。那这是第一层，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
各种智慧应用必须要透过广结盟才能够完成，电信业一己之力是做不到的。第二个呢，那就是在这个服务的中间呢有一个平台，那么所有的这个这些平台里面呢，这里面带这个有非常多的元素，那就是我们俗称的另外第二个 ABC， 那就是 AI Big Data Cloud、或者是包括 Blockchain、Cyber Security 这些元素，那是第二层的 ABC。 第三个是作为一个电信业者，我们要协助要 enable 大家，那就是透过第三个 ABC， 也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 always broadband connected 的环境，那也就是结合现在的 4G 加上 5G 的环境下，然后呢透过这个固网光纤以及这个、WiFi 整个三层、我们俗称的三网齐上的这样的环境呢，来打造我们的这个整个、全民能够方便 always broadband connected 的环境。好，那最重要的是底下的。好，这个我们施董事长这个一直在提醒大家说，我们要人才最重要哈。哎，这个找对的人才，对的态度，做对的事，然后呢建构必要的核心关键能力。好，那这个是我们期待说如何在 5G 新时代打造一个全民升级、百业升级的环境下，我们用四个 ABC 来推动。好，那么我们中华电信呢，在 5G 这个两年半以前呢，我们就开始好，现在流行最夯的叫做超前部署。好，那我们就结合了产业界非常多的这个企业，超过70家以上的企业呢，共同来打造 5G 的这个所谓的 pilot team。好，那么是顺利在今年6月底开台。这里面呢，我们从技术到生态圈的打造到创新应用的打造过程当中，这里面包括昨天很夯的新闻，那就是北流音乐中心的开幕啊等等，包括这个故宫，包括这个林口新创园区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积极在持续在打造的创新应用。好，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如果把它归纳成三大面向，各行各业还有您我的生活，可以区别成三个层面来看，一个是土G， 一个是土 B， 一个是土 C。 那土 G 的部分呢，就是政府的智慧治理，从消防安、消防安防公务，这个观光文创等等这些。那这个工商产业呢，包括从智慧制造工业、智慧的零售、物流、金融到商务，以及从食衣住行娱乐，从智慧农业到智慧医疗照护、智慧的建筑，还智慧的居家，包括智慧的交通、教育以及科技的娱乐。好，科技的娱乐包括智慧的娱乐，包括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的这个影视、音乐、运动竞技，好，还有刚才提到的各种艺术展演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各行各业呢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好，那么我个人认为的食衣住行娱乐应该是乐先行，乐先行，因为有快乐的人生才会有快乐的工作，快乐的这个圆满。这个再来的话呢，我就把这个刚才所打造的一些环境呢，这个几些应用呢，稍微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报告一下。首先第一个是虚拟演唱如临现场。好，那么我们这个刚才强调说怎么广结盟，举第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虚拟演唱，我们打造 Hyperlife。 好，这个虚拟演唱会呢，我们结合了这个周永明先生的 SR Space， 加上这个内容直播以及这个Funic 的内容直播以及 KKBox 的内容授权，我们打造这个虚拟的演唱。那么这个戴上头盔以后呢，这个表演的这个场景就如同你亲临现场，就好像你坐在演唱会的第一排，跟歌手一起这个嗨起来。好，这是一个4K 这个 VR 360度环绕，你沉浸在里面的一个体验。好，下一个是云端游戏。好，云端游戏呢，这也是我们这个全台湾首家用 5G 4K
的解析度的一个3A 级哈、啊、打造的一个云端游戏，就是高投资高品质以及这个高的不确定投资风险等等哈、啊、这些呢我们这个云端游戏的特色就是不需要购买传统的一大堆的这个游戏这个主机哈、啊、那么彻底的颠覆了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玩家的玩法，那么只要这个拿上这个手机的话，你就可以这个畅游这个整个游戏哈。那加上刚才提到的 5G 的特性，就是 5G 不只是快，是超快，因此呢它可以在你跟对打的过程当中取得一个领先的优势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是结合了这个 ASUS 还有这个 Gigabyte 啊，以及这个云端游戏平台业者 GameStream 啊，还有这个这个是这个广达，好，刚才我们这个杨兄所提到的，我们共同打造哈、哦、这个 5G 的云端游戏环境，全新的体验。好，再来是企业专网哈、哦，刚才我们杨兄提到这个企业专网哈、哦，企业专网的特色就是协助各行各业来进行数位转型哈。哦，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结合了日月光，这个他提感谢他们提供的一个这个场域。那我们这个用这个 Qualcomm 的这个 5G 的 Micro Mini Wave 的这个技术，然后呢，这个来打造用 5G 大连接、高速率以及低时延的特性呢，分别进行库存的管理、车辆追踪、物流管理，好，还有 AR VR 的各种的这个 Video 的应用。以及刚才前面有提到的协作机器人啊，做智慧安装，以及这个 AGV 好、啊，这无人搬运车的这些应用好、啊，来打造一个智慧工厂哈、啊，这也是台湾所做的这个一个智慧工厂的一个展现好、啊。刚才企业专网的部分，容我补充，就是我们如果要吃牛排，可以到金华酒店来吃牛排就可以。那么这个金华酒店的牛排由哪里来制造的生产的，所以呢，简单的说就是电信业提供可以提供各行各业企业专网的需求好、但是不需要这个自己去盖一个牧场养一大堆牛，那因为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大家这个分工，又既分工又有合作好。那以前施董事长有指导我们说这个要和才会赢啊，要分才会平哈、哦，要分工又要合作哈，在、哦、合作要再放在前面哈、哦。工业物联网里面呢，创造价值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哈、哦，这个透过这个机械的运转的变化来降低训练跟派遣成本，也就是说，我们透过 AR 哈、哦、这个平台啊，这个结合了这个 Tangram 的这个哈、哦、这个物联网平台的这个Cloud。然后呢，来透过这个老师傅在远端协作，然后呢指导这个在一些这个外勤，这个在现场的一些维修啊，包括教育训练，包括展示销售等等。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老师傅哈、啊，因为受限于体力的关系，可能呢适合就坐在这个远端来协助，他不需要这样子长途或者是。舟车劳顿的奔波哈，那这样子呢，整个来讲，这个维运的效能就会更好哈。好，那么以上时间的关系，我就简要的稍微说明一下这几个哈这个案例。那么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强调的这个是优势互补，能量无限哈。那么希望呢，透过中华电信跟各行各业协作，那我们知道，对不起。我们知道哈，这个各行各业哈，我们台湾的科技产业非常能力非常强，有国际的行销，也有我们多元的中小企业，有在地的特色的产业，还有我们全球的 ICT 的这个重镇就在台湾哈。我们有丰沛的创新能量，那结合我们中华电信在 local 的这个品牌优势，还有最大的客群 5G 的最大频宽，三网的这个宽频网路，还有丰沛的我们研究院的能量。来协助各行各业来那个这个打造一个国际市场哈。刚才讲那个是台湾队哈，那我们中华电信所以讲说我们是中华队啊，这个我们也希望是打造是一个国家队了哈。等一下听说有人要说要是国际队哈，我们拭目以待哈。
这个中华电信如果跟 各个产业，包括广达在内，我们共同协作以后，把你们的优势产品在台湾的电信场域可以试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拿去卖给 AT&T 等等国际的电信业者，把台湾的技术能量呢把它展现出去。因此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广结盟代表的是中华电信有这个心，我们也相信有这个能力共同来结盟各行各业来一起努力。所以呢，我们中华电信的这个英文字呢，在这里可以看得到是中华 Telecom， 简写叫 CHT 啊。我今天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诠释，那就是我们 collaborate happiness from telecommunication， 所以 let's collaborate happiness together。那两个 CHT， 然后呢，我也引用我刚进当年进勤业会计师事务所的时候，我们老板指导我们的什么叫做 team， 就是 together everybody accomplish more。所以只有结合集结众人，成就才会更大。我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是5G 开台的时候，这个各行各界的精英来给我们加持。好，那事实上不应该是讲给我们加持，而事实上是大家一起共同创造未来。所以呢，这个唯有大家一起共同协作创造，才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更快乐、幸福的未来。好。所以呢，有一个我这边讲一个寓言，一本好书，就是有这个有两匹狼来到了草原，没有看到任何草，好，然后一匹狼就很沮丧，然后因为他没有看到羊，另外一匹狼却很高兴，因为他知道有草的地方，你加以灌溉以后，将来一定会羊群很多，你就会吃得到肉，好。30年前，我讲一下，是说这两匹狼里面呢，这个是视野跟视力的差别哈，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未来，那就是视野。好，那视力不好可以透过眼镜，但视野是需要靠这个培养的哈。30年前有一本好书叫《Good Luck》，那这本书告诉大家说，当幸运来敲门，更精确的讲是努力去创造幸福，幸福不会凭空而降。我们必须要去改变环境，打造一个有空气、有阳光、有水的地方，才能够长出幸运草来。所以我相信一个道理，那叫天道酬勤。所以有一句话说，花若盛开，蝴蝶自来，您若精彩，天自安排。所以我们如果共同努力，一起打造 5G 的未来，一定是让大家这个赏心悦目，然后灿烂缤纷。所以呢，我们想到1963年的时候，马丁路德金登博士讲到说，他有一个梦，希望能够让黑人跟白人没有种族肤色的差异。所以我今天我们也期待说，有一个梦，有一个愿景，那就是让 5G 成为台湾的全民运动，让全民升级，让各行各业升级，百业升级，让世界看到台湾的 5G， 让世界透过 5G 看到台湾的真善美。以上报告，谢谢。谢谢郭总经理。那我们赶紧来进行 Slido， 因为时间真的超过了，所以我们就是一题。对电信业者来说，这个 4G 投资都还没有回收完， 5G 投资又很庞大，你要怎么回收啊？20秒钟。是，这个潘思亮董事长昨天也问我这个问题，就在这个现场。我回答他，第一个打快，因为 sunk cost 很大，因此只有打快才能够成就未来。第二个就是今天的主题，那就是要广结盟，因为你要打快，那必须要有更多的创新应用服务上来， 5G 才会很快速回收。所以呢，我们可以看看隔壁的韩国，为什么他们可以站在文化上面打造这么好，这我想这也是我们施董事长有这个心来带，所以大家一起广结盟打快，那我相信回收就指日可待。谢谢郭总经理。